大家好，我是林蝶期待，谢谢大家。他来以前有没有做功课，想吃什么美食？もちろんです。当然。また夜市はやっぱりね行き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あとはやっぱり小籠包ですかね。食べたい。那当然的话，他有做功课，一定有做功课。那当初了像台湾的夜市的话，他也很想去，而且像小笼包也非常的想吃。他有没有想说自己可以吃到鸡笼小笼包？鸡个还是鸡笼啊？这种当公夫特别的。哇，どうでしょうね。ここぐらい行けますかね？可能可以吃五笼。那一笼有十个哦。十个哦，就。それちょっと無理かな。如果是一笼十个，然后五笼的话五十个，可能有点没办法吃下去。気持ち的にはそれぐらい食べたい。不过他的心情，他是想吃这么多的。在片中啊，他想要征服家产，但他没有想现实生活中想要捍卫的东西。今は小籠包で頭がいっぱいです。现在应该就是小笼包了。造型上面啊，他这一次就戴眼镜被大家讨论这样子，然后自己喜欢这个造型吗？メガネは僕メガネかけるんですよ普段実は、はい、なんで馴染み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あの力之助の細い丸いメガネは、まあ、原作にもちょっとこう寄せて選んだんですけど、みんなでなんかちょっと馴染みすぎて、あれメガネかけてないと思ったらかけてた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た。那其实呢，他本人呢，丁田启泰先生本人，他是有在戴眼镜的，所以其实他对戴眼镜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是蛮习惯的。那不过呢，为了接近原作，所以像这个寿吉利纪之助他所戴的这个眼镜是非常细长的这种造型这样子。不过因为戴眼镜他是蛮习惯，然后又在剧中戴眼镜，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太习惯了，然后就说怎么没有戴眼镜，然后就赶快把眼镜再戴上去。可以请他为剧中自己戴眼镜的造型打个分数，满意吗？十分钟的积分。那么，今天有看到没有？今天的看到没有？在点吗？今天天色怎么样？点点高。啊，これは100点にしときましょう。力之助のためにも頑張ったんで。那他就把给自己打100分，反正也是为了收集笔记之助，那我们就把他打满分，因为他很努力了。为了演戏，他可以做到最大的牺牲，做到多大？他也可以抗爆炸头吗？もじゃもじゃパワーなんかすぐかけられますよ。でスタッフさんでもでもじゃもじゃパワーにしたんだけど。因为如果是卷卷头的话，马上就可以烫，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公开前からずっとあれをやられてるんです。何ヶ月も。在这个电影上映前，公开以前呢，他就已经烫这个头，所以烫了好几个月，定了这个头。所以这样也是100分吗？这种造型，你说外貌？对。爆炸头。満点ですか？120点。我说没有，120分哦。